7月11日是小九的生日，你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他吗？希望他多挣钱，然后多买家居，多买自己想买的东西，少吃点饭。只要我俩在一起，互相对视一眼就点外卖吧。最想带小九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最近呢，就是想带他去南锣鼓巷转一转。你知道南锣鼓巷很多小吃，如果能带他去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很开心。如果给小九颁一个奖，你会给他颁什么奖？最佳饭搭子奖。和他在一起，绝对会吃得很好，吃得很开心。